白寿堂是土家族祭祀祖先和庆祝丰收的集会场所。来凤县是全国第一个土家族自治县，位于百福斯镇的白寿堂是土家族最古老的舞堂，也是渝东、湘西、鄂西土家族白手舞的发祥地，因而这里被誉为神州第一白寿堂。刚才这个白手舞的表演太精彩了哈，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人物您看到了吗？就是这位大哥啊，敲锣打鼓啊，这是我们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啊，彭大哥啊。是的。彭大哥怎么这么累啊？您是一脑门子汗。这个用打那个鼓啊，非常用劲的，一打就是满头的大汗。这个独特的节奏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他这个独特的节奏，他看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呢非常难。那您给我们演示演示。鼓打了三锤。两管起来看，咚咚咚，咚咚咚，哐咚哐，哐咚咚咚，哐咚哐咚哐咚咚。我好像听的是，大一点。找到了一条节奏，说完这节奏啊。最重点的就是什么？要学学这个白手舞的动作了。这个动作有什么独到之处？独到的动作就是同边手、同边脚、同边手、同边脚，那不就是顺撇吗？哎哎啊，这手，这是同边手、同边脚。哎，对。再回来。对对对对对，打成双手。对，就是这样的。啊。太错了。哐咚咚，哐咚啊，哐咚哐咚哐。白手舞起源于商周时期巴人的军战舞，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土家先民组成的巴师就加入了舞王伐纣的行列。这军战舞受到了周王的喜爱，一度被引入宫廷，后来又演变为白手舞。所以白手舞也一直吸收了一脚踏三省的不同地域的特点，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土家族人民的传统舞蹈。上点难度，我看还有各种动作，还有什么这样的动作，还有这样的动作。对吧？啊，搞这个，来我们就搞这个吧。来，好，把你那个手插到这上来。哐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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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咚。哐咚，再来一个有难度的，哐哐哐咚咚，哐咚哐咚。哎呀，真不是一般能学会的，这基本上几个动作，我倒是就能跟大家一块跳跳了。这也是吧，很简单的，也很简单，而且跳着跳着，也许就融入其中了啊。我们看这儿有大爷啊，你好你好，你好大爷，您今年高寿啊？75岁。哎呦，您跳白手舞跳多少年了？60、70年，我们从小就跳，从5岁就开始跳，跳到75岁了，还要跳到什么时候？那再搞这几年十几年。跳这个舞，您觉得最大的快乐在哪儿？这个是我们土家祖传下来的，祖传的，到现在我们是属于第八代传承，我们现在要永远传承下去。没错没错，而且平常既是一个文化的传统，又是一个娱乐的项目，对吧？还能强身健体。那大爷，待会儿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好，加上游客，咱们一块摆一摆。是是是，那咱们一起来。好，我们收了。跳这个白手舞啊，跳的是很欢乐，但是又很累人。您看我也是一头汗了。您啊，别光看，也动起来啊，开动一下脑筋就行。所以接下来要给您出题了。其实咱们土家族这个白手舞啊，每个动作都是有内涵的。接下来我跟您说几个动作，您猜猜是什么含义？第一个动作呢是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动作啊是这样一个动作，我觉得特别像
这手拎着一个大锣，这手拿着鼓和在敲锣的动作，还有第三个动作是刚才彭大哥教过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嗯，这是代表什么呢？哎，我跟您说啊，提示一下，这跟我们土家族朋友们的生活劳作都是密切相关的。好，猜猜看吧，这个三个动作代表着什么意思？哎呦，不得不感慨，咱们这个白手舞，我觉得是强身健体的民族舞了，动作幅度很大哈，动作幅度也太大了。我看这个咱们大哥大姐一起跳的时候觉得哎这白手舞挺简单，没想到这位大哥单独教东哥的时候好像还挺有难度的，里面很有门道的，他是顺撇儿走，对不对？对，同手同脚，对，同侧这边我没法给你展示，确实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对对，就是这种状态。让咱们猜有三个动作分别是什么意思。是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这样，哎，我觉得有点像祈福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收纳或运输的动作，这个舞蹈肯定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反应。行，那第一个算是有答案了。东哥，第二个动作如果不是敲锣，有没有点像扔沙包蓄力，嘿嘿嘿，哗就把这个沙包给扔走了？纺织，哦，纺织，很像纺织，摇纺车是吧？对对，摇纺车啊。行，第三个动作呢是这样一个动作，这个是咱们来凤县的专属动作，来凤。挑过水吗？哦，还真是。桑木扁担轻又轻，对吧？我挑茶叶进北京，他肯定是挑担子的动作。哦，哟，赵老师太有生活了。哎呀，农村出来的孩子，这动作都干过。那我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赵老师都跟劳作联系在一起了。对，其实里面确实有生活中的动作。那具体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去看看。好，嗯。这三个白手舞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彭大哥给我们讲一讲。一开始那个动作呢，就是我们这个土家族过年呢，大年正月初一拜年。哦，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它就是我们土家族原来就是种那个麻，缓麻，缓线，摇纺车的动作。还有第三个，这是干嘛？叫老鹰展翅。老鹰展翅呢，就是一个狩猎的一种动作。哦，我们狩猎的时候看到雄鹰在天空展翅飞翔，我们模仿动物的动作。哦，这三个动作的含义您猜到了吗？好，我跟赵老师算是各积一分。对，原来如此，老师说的很对的。对，我前面这个有点像祈福拜年，还真是拜年作揖。哦，这么看来，你看这些舞蹈动作不就是从当地的生活生产日常状态中提炼出来的吗？